画面中可以看到滚滚泥水不断从楼梯间狂泻而下，宛如瀑布一样。学生们想要上下楼梯完全无法通行，拍下影片 PO 上网，还写下怎么办我不会游泳。地点就在台北市外双溪的东吴大学。受到锋面以及低压带影响，双北在22号下起强降雨，气象署才发布豪雨特报，不到一个小时东吴大学就淹水成灾，画面险象环生。来看一段当时画面。影片PO上网，立刻引起讨论。有人搞笑回应说，学校没有游泳池，但有了滑水道。还有同学惊呼，比台风天还严重，明天是要怎么上课？甚至高呼要自主放假。